球看的，有没有看到很多海鲜，还有很多那个螺类的，我们那个螺类都帮你们做处理过的，只要牙签挑起来吃就可以了，里面的汤汁都可以喝哦。来，我们帮你转一圈，人就不用转了哈。来，帮你转一圈哦。里面有很多的新鲜的泰国虾，这个叫赤螺，九孔包，还有梅干扣肉加挂包，上面都有我们的花生粉哦，可以配哦。我们的花桂是用纯米做的，很好吃哦。那个土包公也是自己师傅做好的。有没有看到两只的龙虾？龙虾，那个只能看不能摸不能动哈，等一下他带走。他带走。对对对，好，接下来我们往后看，我们后面。来，这是我们的张师傅，我们主厨，大家给他掌声鼓励一下，他带领我们的厨师团队要上菜。来，我们第一道菜，这个叫做青鳜鱼的生鱼片哦，青鳜嘛，哦，你听对吧？哎，青鳜鱼，我们把它做成生鱼片，很好吃哦。再接下来是我们的脆皮猪脚，脆皮猪脚是我们经过卤过之后。然后烟熏再加上烤过的，可以尝试看看它的 Q 度哦。再来我们的盐烤鲱鱼，好，那翅膀很漂亮，烤得很漂亮哦。这叫盐烤鲱鱼哦，做盐巴上的料理，大家可以尝试看看。来，接下来是我们的熏鸡肉，我们用烟熏的方式做的熏鸡肉哦。来，大家可以尝试我们的熏鸡肉，我们旁边周围都有很多的酱料，大家可以拿来沾看看。来，接下来是我们的干煎土托鱼，我们上面的鱼类都很多，都是属于海鲜，蛮新鲜的。来，大家你看看看这一锅是什么？佛跳墙啊，每个人都好喜欢佛跳墙。其实它是海鲜粥，它里面的海鲜料理都很多，也很好吃，好多人好喜欢吃海鲜粥。来，我们吃海鲜粥配我们的那个客家焖笋，这也是出自于师傅自己手上做出来的哦。来，接下来是我们的一道汤，叫做四神汤。咸酥香，上面都是清蒸类的，我们吃不一样的，这样我们叫做咸酥香。接下来是我们的甜点叫做豆汤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我们这一杯是什么？龙虾酒。龙虾酒。龙虾血的酒。好，大家可以喝看看龙虾酒。来，我们刚刚说那只在上面的那一只龙虾有没有照相？有，它要带走的话。我们要带走了，其实我们是要把它做成龙虾沙拉，然后再出人盘，不然一个人的可能一只，那还得了哦。来，谢谢谢谢，他拿走了，对，龙虾带走，我们要去做龙虾沙拉再成盘。好，谢谢师傅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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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我帮你介绍你们的工具哦。